评审委员哈，就人很关心。然后社工所也是希望说，对这个儿童他们的这个礼物啊，能够有比较符合实际性的用途。所以呢，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防疫包。那这防疫包里面呢，也包括了这个我们的额温卡。这额温卡呢，可以透过这个小朋友，他利用这样的一个金卡，跟贴上额头以后呢，就会显现出它的那个温度。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储值的这个礼券，这礼券呢可以满80块钱，他可以去选择他想要的书籍，或者是防疫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们的文具。那最重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袋子，这个防疫包，包括他的口罩跟他的消毒的东西放这个防疫包里面，然后它是个人的使用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儿童节礼物以外呢，还包括了我们也选择了具有这个健康防疫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优酪乳，希望小朋友不只是健康，也能够这个让我们的这个病毒远离我们，然后做到防疫的动作。